谢老师和志光帮我们量体温，感谢老师教我们知识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让我们长智慧，也结交很多知心好友。感谢厨房阿姨帮我们准备美味可口的餐点，更感谢无私付出的志工妈妈、阿公阿妈帮我们打扫厕所、擦地板、修理桌椅，让我们有干净舒适的学习环境。最最亲爱的校长、主任、老师及志工们，我们真的真的好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给了我们充实的每一天，让我们也学习到施米受有福，有你们真好。小乐，亲爱的弟弟妹妹们，长大是值得高兴的，但要离开你们却是不舍的。我们已经六岁了，挥别了大家，开开心心进入小学的殿堂。我熊班黄伟宁，下台一鞠躬。